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时尚向右群。前几次我们都播了逛店的特辑，只是有人告诉我说，哎，老师你为什么只逛日系的店？所以今天呢，我要介绍是我自己私底下也非常喜欢逛，然后台北非常知名的选货店。它不只是有欧美的大师级的品牌，也有非常多日本设计师，它就是初一十五，请看。Hello, Annie, 好久不见。今天又来拜访你们了。初一十五每次来，我一定要先逛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每次都是你们最厉害的单品。我们就是精心挑选的一些精品选物。我们这一季主打的话，像印尼的设计师，高端的品牌，然后他专门为印尼皇家设计的。那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印花跟布花的材质都是他们自己独家专有的。在台湾应该只有你们有，对不对？真的是要再一次崇拜你一下。我觉得这一套其实有一些女生如果喜欢比较异国的风格，它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这边的话是我们这一季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合作的 Maison Margiela。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有点像拼布变形虫的款式哈。之前好像我的好朋友周玉颖有跟你们合作，因为他个人就是非常喜欢 Margiela 的东西嘛。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 Color 的设计师阿贝桑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边哇享受这个日光浴。你们来的时候一定要站在这边感受一下，原来台北也是很舒服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地方有什么厉害的单品好了。这个品牌呢其实是一个越南设计师，然后他这几年也是让时尚界有追捧的一个品牌，因为他也是非常的简约，他号称是越南的 Slim。 你们也有很多的香氛蜡烛，基本上那一边的矿石我都是在你们家买的。这边也好漂亮哦，其实你看在结账区的地方好像室内的温室，然后又有植栽。主要的话那边是我们的客人休息区跟更衣室，就是让客人有回到家一样的感觉，就是 VIP 休息换装，而且有专门他的更衣室，超棒的。金梅姐很爱来这边，因为这边的那个服装就是除了有造型感以外，最重要的是品味。你们在选择很多大师级的作品的时候，那个品味非常的好，这是我很爱的地方。谢谢老师，这边请。讲一下这个杯子，我也是在初一十五买的，领养的，很可爱。这个是泰国设计师的，设计师很有巧思，他每一款都是你直接可以放下来，它就很稳定了。所以这个当送礼的礼物，我觉得大家会非常的喜欢。这个如果喜欢时尚的男人，应该会疯掉吧？对呀，我们这一季春夏采购很厉害，采购了非常多花样跟很缤纷的色彩。我要先讲，我今天为了来初一十五，我全身就搭配来自初一十五严选的品牌设计师作品。比方说我身上这个外套 Kiddo， 它这个品牌是日本设计师，但是它在伦敦也很红。然后这个裤装也是来自初一十五，还有就是里面我现在很爱的意大利的 Marni， 一应俱全啊，我就不必去其他地方逛啦。这一杆也是我自己喜欢了有十几年吧， James Van Noten， 它是夕阳的一个印花图案，然后还有搭配它的下身、整套的，而且它的面料呢是比较舒服的，有一点点像缎面的材质。这双鞋子超可爱，这个贝壳鞋上面有很多的拼接，这些拼接都是立体的，有点像绒毛，很像是地毯上面会做的元素。对啊，我要讲这个为什么很厉害，因为它来自三原康裕先生，请看 UTV 东京特辑，因为他是我好朋友啦。然后这边有什么你觉得是今年比较火红的？像 Color 这一套就是很有阿贝桑自己喜欢的拼接，用不同的材质做拼接，可是它拼接的又很有他自己的个人风格。这个大家一定很爱，也是印花风的，它的剪裁有点像骑士夹克，又有点像西装外套，可以很正式也可以很休闲。还有就是这个 JW Anderson， 今年除了水果，他们是不是也有这个意象橄榄球员，对不对？今年主打的一个图像表示。先来采购一下帽T，到秋冬的时候穿起来也很潮。你们有卖这个？这个是一个美国纽约的设计师，他很有趣的是他是真的去找一些篮球甚至橄榄球，然后去把它改造设计成可以提可以背的包包。接下来 Annie 有什么你觉得主推的款式，还是请老师再换一套？你要帮我挑一套吗？对，所以今天又要来玩改造了。那这样子我也帮 Annie 挑一套，你平常的风格是不是都这样比较内敛低调一点？虽然你都穿 JW Anderson 这么好看的衣服，可是我要让你再奔放一点，可以吗？就麻烦老师。那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咯。
变身完成，被 Annie 这样改，我真的吓一跳哎！你要不要讲一下改造的一个想法？想要有一点户外休闲，面料上我还是选择非常挺的材质的衬衫，下身是一个有点像是裤裙，然后再搭配上 Marni 的包包，很夏天哈。它是一个环保的材质，很是 Marni 很经典的一个包包的款式。再来要看我的改造成果了，因为平常他给人家很专业的形象嘛，但是我还是要发掘你心中小女孩的那一面，所以我给你了一个很可爱的粉红色的洋装，这个立裁的洋装很厉害，它是丹麦的设计师，丹麦是 Thea Benson， 那这几年是非常的火红，因为韩剧的女主角都有穿这个，然后就是有一些欧美时尚部落客也有在穿这个牌子，那主要是因为它的面料都是他们自己独家开发的，还有它的皱皱包这一季特别引进了，然后我选择灰色，那边也有薄荷绿，其实在初一十五有很多的配件值得大家来选购，包括你耳朵上的这个好漂亮的耳环，这个是英国的设计师，然后他就是用一些这几年流行的珍珠，但它不是规则的，是规则的珍珠去做，然后再来给 Annie 他自己喜欢的 Magella 的分趾鞋，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在初一十五为大家分享的春夏最新的时装，但还没有完哦，这边也是大家吃饭或者是下午茶非常好的去处，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帮大家先试吃一下，告诉你们好吃一定要来。Alicia 你好，你好，哇，我很期待这边请哇。今天还特别为我设计了这么好的位置，刚刚有跟 Alicia 大概简单聊过，所以他已经特别为我找了一些餐点，因为我们的餐厅基本上讲究一些是食材比较简单，然后是比较当季的，所以你可以尝到食材本身的原味，环境啊，餐点啊，视觉味觉上都有能够感受得到这样子。我已经开始在期待了，哇，好丰盛哦，现在看的人都应该口水直流了，看到这么多我迫不及待要享用了，第一个当然就是先喝一下罗马咖啡，虽然是黑咖啡有些人会觉得苦，可是它添加了一些新鲜的黄柠檬汁，所以增加了一点酸酸的甜甜的气息，甚至有一点点像柑橘的味道。第一道这个汤品呢，光颜色应该大家都会尖叫，超美的。我觉得在夏天这种台湾很热的气候，来一点酸，可是这个酸是水果自然的酸，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解腻，然后非常的消暑。而且这个番茄冷汤里面呢，竟然有起司脆片，还有鲍鱼。观众猜猜看这是什么，它是煎西瓜，你们一定要尝尝看，我第一次吃西瓜在冷汤里，可是这个西瓜的甜味刚好综合了番茄的酸，它把这个味道整个融合得好好，我觉得这个主厨好厉害哦。接下来我要尝他们的沙拉，这个沙拉很特别哦，它是有芝麻叶啊，还有很多的蔬菜，再加上里面有哈密瓜，还有香料烤鸡腿，先吃一口鸡腿，但我觉得啊，比较老套式的吃法应该是鸡腿加哈密瓜一起品尝的话，就会有层次感，两个综合的刚刚好，非常的夏天。我觉得这沙拉光这一道啊，应该就已经征服非常多人的味蕾了。接下来下一道前菜呢是烘蛋，而且这个烘蛋很特别哦，因为它融合了一些海鲜，包括了鲜虾还有透抽，除了芝麻叶以外呢，也放了一点青葱，好吃，绝对不输西班牙的那些料理，我感觉比我在马德里吃的还好吃哎，因为它的这个味道不会很 heavy， 但是又融合了一点海鲜的香气，整个融合的非常的绝妙。在这一道我也非常期待，它是炖饭来着，有甜豆仁，再加上软壳蟹，还有一些培根。这里面很特别的是说，因为它是用帕玛森去融合在这个炖饭里面哦。哦，好特别哦，它有点酸酸的，帕玛森的香气很浓，先冲出来到你的鼻腔，然后呢，酸气又出来了。接下来就是要尝一下它的软壳蟹了。哇，这个蛮大只的软壳蟹啊，经过了烹调之后呢，它是增加了一点点咖喱的气息。可是这个呢又是意大利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原来那么搭。再来就是重头戏，今天的主菜羊排，配上我们花莲的剥皮辣椒，这羊排不但不会不好入口，还入口即化呢。这个主厨掌握火候掌握得非常好，还保留一点那种肉质的软嫩，再配上这个带着蒜味的酱汁，挺不错。再来就是这个剥皮辣椒，听说初一十五是跟花莲很有名的剥皮辣椒名店合作的，初一十五的这些餐点呢，每一道都值得大家好好的挖掘。最后一道呢，让我来跟大家
大家介绍一下铁观音生乳酪、佐新鲜芒果，还有百香果冻，还有焦糖爆米香，还有淋上了蜂蜜。哇，这个女生听到应该是心花怒放了吧？我来替各位美女先尝一下。比较特别的是芒果加上了这个生乳酪，它里面是混着台湾的这个铁观音，所以那个茶香非常明显。你偶尔可以配百香果冻，甚至仔细看这个百香果冻里面还撒了金箔，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年代的应该都知道，它是蹦米胖，这样的 mix 好好玩哦。然后我很喜欢它最后撒的蜂蜜，整体就会变得更温润。然后它的甜味呢，也会因为蜂蜜的关系，让这个芒果的酸更诱发出来，非常棒。这时候就可以配一下 whisky， 它给了一个肉桂棒，我喜欢把肉桂棒放在里面，增加一点层次跟风味。今天呢，这个通告是我这个月最喜欢的一个通告，又有吃又有穿，又可以享受在大自然跟城市之间的绿洲氛围里面，不跟大家多说了。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请随时关注我的社群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更重要的是，有机会来到台北，一定要来初一十五走一走。Cheers。